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悠闲大众，四为证明，所发为愿，众等正愿，愿生圣人所居之处，常能建立道场，心显供养，为诸众生做大利益，常蒙三宝慈悲摄受，常有势力化导德行，常修精进，不着世乐，知一切法空，与诸愿亲同以善化，乃至菩提心无退转，从今日去，一毫之善悉资愿力。又愿若生人中生修善家，更立慈悲道场，供养三宝，一毫之善悉施一切，愿与和尚舍离，不相舍离，自然殊时觉爱染心，不须妻子，忠信亲职，人数和平，损己济物，不求名利。又愿若舍此身，不蒙解脱，生鬼神中，愿为大力护把善神，济苦善神，不需衣食，自然温饱。又愿舍此生命，不蒙解脱，堕畜生中，常处深山，食草饮水，无诸苦事，出则为瑞，不被龙职。又愿舍此生命，不蒙解脱，堕恶鬼中，愿身心安乐，无诸热恼，化诸痛苦，皆令悔过，发菩提心。又愿舍此生命，不蒙解脱，堕在地狱，自是宿命，化诸痛苦，皆令悔过，发菩提心。众等恒自忆菩提心，令菩提心相续不断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、大地菩萨、一切圣人，以慈悲心先为我证。又愿诸天诸仙护侍四王，主善罚恶，守护持咒，五方龙王、龙神八部同为证明，重复至诚皈依三宝，赞佛咒愿：大圣世尊，巍巍堂堂，三达洞照，众圣中王，本身祭物现作道场，天人归仰，参禀未央，八音远备，群魔金黄，威震大千，慈化流芳，以慈悲力普摄十方，常慈八苦到菩提香，故号如来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度人无量拔生死苦，已经忏悔清净赞佛功德因缘，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以佛神力随心自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六，心区身口辗转相游，北京六道起身游，愿对总筹谋，仗佛慈舟，普运过凡流。南无现前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现前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现前地菩萨摩诃萨。
出产。如来往昔六念中，大慈悲门不可说，如是修行无有已，故得坚固不坏身。慈悲广大，智用难量，增进六识，圆明六度，养为大觉，速似感通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建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六卷，功课圆满。香焚海岸，竹柄蜂房，盘列七珍之妙供，茶烹上院之仙春，供养法会之圣贤，护法监坛之主宰，集思善果，普利有情，奉为求忏众等，洗除积世之障缘，增长六天之快乐。不愿六根清净，如槁日已当空，六世圆明，似秋蝉而应水，六畜六兽俱成般若之因，六爱六尘等入圆明之果，或六殊胜于此界他方，满六度行于人间天上，死生六道同登解脱之门，久有三途，显出迷轮之苦，情深未备，过重难言，再劳尊重同求忏悔。梁皇忏六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六根罪，亲证菩萨现前地，忏文举处醉花杯，解了冤，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荣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六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千由，现前地菩萨唯愿哀纳受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七，天厨供纯陀最后来，饥餐麻麦充皮带，仙人又送斋食在，双双木女献香弥，四天王捧钵遥望灵山拜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公文：七佛世尊作证明忏摩之主，其余妙典入菩提解脱之门，富有七真法财，具足七菩提分。旃檀林以旃檀围绕，狮子王作狮子平身，无怨不从，有求皆应。仰慈云而广布，同水月以涵容，起手于前证明忏法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自当第七卷入坛缘起，坛性转加音重，自流如法修持，床幡彩相以庄严，花果香灯而建列，金城供养，百拜前功，千念求忏众等，多生父母，累劫冤亲，在七趣之沉沦，故无恶而不造，纵七情之妄想，乃迷所而不为。起七慢之高山，七贤往圣，造七漏之烦恼，被觉何成？七具毗尼而失守，七折逆罪以难逃，想因多劫未经忏悔，今生庆幸得遇佛称，发露向诸佛向前，离罪于大圆镜里，命我现前众等披月忏悔灵文，缘起有涯，悲心无极，望佛哀灵，明勋加倍。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片理尽无余，起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摩尼佛，
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七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福智德渺末，本无言无说，然言者得之全，道之尽，说者理之皆，圣之导。所以借言而显理，显理故非言，理由言章，言不越理。虽言理两乖，善恶殊绝，然影响相符，未曾差烂。在于初学，要因言以会道；至于无学，乃合理而妄言。至为凡愚，昏惑障众，于诸法门未能舍言。今事出故不尽其妙，见浅故不真其极。然言之且易，行之实难，为圣与圣乃得被举。今有难言，自不能证，云何证他？尔自三业会浊，云何劝人清净？自不清净，欲使他清净，无有是处。既不坚固，何以劝人？今言行空说，变成恼他。他既生恼，何不且止？反复寻省，宁不自愧。于是善知事，故发此言。于是整理衣服，练容无对。今闻善知事此词，心情惭愧，自知身过，不敢欺罔圣人，引复其师。今欲悔之，恐托有人因此增福，是欲存之，不恐有人由私生谤。进退回惶，不知所措，且立忏法。心既是善，善法无碍，但因努力不得济此。今为凭世间大慈悲父，复护摄受，既有其言，不容毁灭，正当惭愧。大众愿无处恼，若为于理合，相与因此忏法，改往修来为善之事。如其不会众心，愿不失欢喜，不成恶之事，犹为菩提眷属。自庆第十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皈依以来，知智德可平，断疑忏悔，则罪祸俱浅。须以发心劝讲兼行，愿解疑解，逍遥无碍，岂得不人人踊跃欢喜？所应自庆。今宣其意，今云八难：一者地狱，二者恶鬼，三者畜生，四者边地，五者长寿天，六者虽得人身，龙残百病，七者身邪见家，八者生于佛前或生佛后。有此八难，所以众生轮回生死，不得出离。我等相与，身在如来相法之中，虽不知佛，而庆事尤多。凡难之为欲，罪在于心。若心生疑，非难成难；心若无疑，是难非难，何以知之？第八难云：身在佛前或身佛后，是名为难。而陈东老母与佛同生一世，共佛聚在一处，而不见佛，故知心疑是难，未必意识皆云是难。波旬怀恶，身陷地狱，聋闻说法，便得悟道，当知不必在于人天，便言非难。心苟不善，禀报不殊，六天之贵，坠落地狱，畜生之贱，超登道场，是则心邪故，轻难成重；心正故，重难无碍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以心爱故，处相成难；心能正者，则难非难。举此一条，在处可从。故知佛前佛后，无非正法；边地畜生，莫非道处。今若正心，则无复八难；如其疑惑，则难成无量。如是自庆，事实不少。
大众日用，不知其功，仅略称管见，是自庆之端。若知自庆，则复因虚修出世心。何者自庆？佛言：地狱难免，相与以得免离此苦，是以自庆；恶鬼难脱，相与以得远离痛切，是二自庆；畜生难舍，相与以得不受其报，是三自庆；身在边地，不知人意，相与以得共住中国，道法流行，勤诚妙旨，是四自庆；身长寿天，不知执福，相与以得复述良因，是五自庆；人生难得，一失不返，相与以得各获人生，是六自庆；六根不具，不遇善根，相与以得清净，向生法门，是七自庆；世智变聪，反成为难，相与一心，归平正法，是八自庆；佛前佛后，复未为难，或于面部睹佛，又为大难，相与以能发大善愿，于未来世是拔众生，不以不睹如来为难，但一见色相，一闻正法，自同在席，怒愿出畅，是贵灭罪，生人福业，不以不见佛故，称之为难。佛言：见佛为难，相与以得沾对尊相，是九自庆。佛言：闻法复难，相与以得参服甘露，是十自庆。佛言：出家为难，相与以得此亲割爱，归向入道，是十一自庆。佛言：自利者义，利他为难，相与今日一沾一礼，普为回向十方一切，是十二自庆。佛言：汗劳人苦为难，相与今日各自调勤，为善不懈，是十三自庆。佛言：读诵为难，我今识得披览经典，是十四自庆。坐禅为难，而今见有习心定义者，是十五自庆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是自庆，事多无量，非复若此所能宣尽。凡人处事苦多乐少，一心一喜尚不可谐，况今相遇有多无碍，得此无碍，皆是十方三宝威力。一个至心怀疑此恩，等一痛切五体投地，奉为国王地主、土尽人民、父母师长、上中下座、信师坛月、善恶之事、诸天诸仙、护世四王、聪明正直、天地虚空、主善拔恶、守护持咒、五方龙王、龙神八部、诸大魔王、五帝大魔、一切魔王、阎罗王、泰山府君、五道大神、十八玉王并诸官属、广集三界六道、无穷无尽含情报事，有佛性者，至诚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心同家摄受，以不可思议神力护护整皆，令诸天诸仙、一切神王、广集三界六道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越生死海，于彼岸行愿早圆，具登十地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景元三宝第十一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一复人人原念三宝，何以故耳？若使不知三宝，云何得起慈心悯念众生？若使不知三宝，云何得起悲心救赦一切？若使不知三宝，云何得起平等心愿亲同观？若使不知三宝，云何能得妙智证无上道？若使不知三宝，云何明了二空真实无相？佛言：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信心难生今已生，
我等今者归凭三宝，而眼不见地狱恶鬼拔舌吐火之色，而不闻地狱恶鬼苦楚热恼之声，逼不闻地狱恶鬼剥裂脓血之气，舌不尝臭秽腐败之味，身不触火汤炉炭寒冰之苦，亦常得知佛为无上慈悲之父，作大医王，知一切法为诸众生病之良药，知诸贤圣为一切众生看病之母，亦常谨缘三宝护事，有事念处我常得知。我等今日虽不知佛，身在末法，具有信心，六根清净，无诸衰恼，悠游世性，往来无碍，此之圣宝莫非素缘三宝恩力，又令今世发菩提心，诸如此意非可具说，岂得不人人报恩供养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一切功德供养终罪，故今说言，唯念过去世供养为亲为，蒙报力侠劫，于福执世尊。有经言，舍欲报者，其塔金舍，灯烛翻盖，香花阴入，种种供养，将来之事自受其福，虽是供养，非报佛恩。欲报佛恩，为发菩提心，立四弘誓，造无量缘，庄严身相，修净土行，是为智者知恩报恩。今日道场弘业大众，诸佛慈悲，恩不可报，菩萨摩诃萨虽身犹不能报万分之一，况我凡夫而能报者，众等为当依经所说，立人为上，个个至心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，无穷无尽，四生众生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德宝佛，南无一明称佛，南无华身佛，南无大音身佛，南无辩才赞佛，南无金刚诸佛，南无无量寿佛，南无诸庄严佛，南无大王佛，南无德高行佛，南无高明佛，南无百光佛，南无喜悦佛，南无龙布佛，南无意愿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灭己佛，南无喜王佛，南无调御佛，南无喜自在佛，南无宝济佛，南无离位佛，南无宝藏佛，南无月面佛，南无净明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复护众生力，大方便力，不思议力，令修忏众等普及法界一切有情，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闻三宝之名，常沾三宝之相，常蒙三宝光明照耀身心，常蒙三宝慈悲复护身心，常获三宝神力拔济身心，常获三宝智慧开悟身心，悟无生忍证真实相。又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知三宝之因，常念三宝之德，常称赞三宝，常恭敬三宝，常供养三宝，常修建三宝，常护持三宝，常相续三宝，以此谨缘三宝，知恩报恩，人人各获六根清净，五眼圆明，四无量心，四无碍智，意念现前，六神通力，六波罗蜜，随心自在，尽未来际，饶益有情，行愿圆成，具登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护名中华印经协会。
佛学常识生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出家人的鞋子上有六个洞。为什么出家人鞋子上要有洞呢？是为了比较凉爽吗？还是为了透气呢？都不是。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，代表低头看得破。我们头一低，看到有鞋子上有洞，但是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要学着谦卑低头，而且呢，看破。就是说，出家人的鞋子有它的法义，让我们能够学着低头，学着看破。那进一步，六个洞代表六波罗蜜。为什么不是坐在衣服上，而要坐在鞋子上？代表六波罗蜜的修行是要用脚去实践它，是要去实行它。所以出家人的鞋子，我们一看到六个洞，就要反省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在例行在实践六波罗蜜呢？我们有没有慢慢的透过六波罗蜜而迈向成佛之道？这就是僧鞋的代表意义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体